肯定不会教他写我名嘛，建名他也没有那么自恋，教他自己写自己的名字吧，可能教他写个方吧，对不对？真的假的？你看我分析的准不准？太准确了。还有啊，多选题啊，怎么也得写个我名吧，让他认识认识我。有我吗？自恋。剧里面有个人说，后面应该叫海誓师妹，猜这句话是谁说的？是谁说的？我想想，谁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地旭吗？不是地旭吧？那肯定不能是这里。磊哥，我也没说过这样的话。对，很好。那是谁啊？还是自己说的？哦，还是自己说的。哦，嗨。对，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我觉得开开反差挺大的，其实在我想象他应该是走到哪儿都是霸道总裁那种状况。他有一个视频，开开坐在那儿晃脚，一个皇帝一个陛下在那儿晃脚撅着嘴。选择一下你们三个男生，一憨二憨三憨。一憨谁也争不过开开，我跟你说真的是，我挺多也就是个三憨，二憨绝对是伟霆哥。这么重要。